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麦克来机会生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是谁？不，就让我来夺走你的一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麦克来机会生系列第30，不对。今天是我们的小品生存系列，那我就是你们大家的鸡子啦。那身为鸡子呢，必须得说我们的心机可能有一点点的事情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代替他来拍片吧。等一下，我稍微去处理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回来咯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规则吧。和平模式、冒险模式，三请勿破坏方块，四请耐心游玩，五请勿作弊，此地图可多人游玩，不要打作者，点击一键可完成所有设定。真的吗？好，那还真是方便的设定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等，哈？发生什么事？不是吧？真的那么傻被骗？不得不说，作者心机很重。在这边他藏了功，然后我刚才一直在这边一直连点，真的是，好吧，那应该这样就可以开始了吧？嘿，有了，恭喜正式进入第一关。然后刚才我忘了念的是，大家好，我是热爱彩虹小妈的作者毛巾。我在每个关卡都有放一些小彩蛋，收集所有彩蛋可以召唤神龙。OK， 注意不要玩到生气，拜托。现在开始你的冒险吧，勇者。OK， 好。那第一关就是从这些箱子找钥匙吗？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们就慢慢找吧。彩蛋一，彩虹小马的蛋。OK。那说到钥匙到底在哪里啊？有一点点难找。找到了，第一关钥匙，可治愈粉红色羊毛。终于找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钥匙摆在这里吧。OK， 第二关，恭喜你非常有耐心的找到钥匙，进入下一关。好，那就这样找到彩蛋一了。OK， 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规则。第二关迷路重重，没什么好说，就是拿到钥匙走到粉红色羊毛，放上钥匙就行了，加油。好，所以这个就类似迷宫的概念了吧。不过这小女孩底下应该是有东西才对，不过要怎么过去呢？关卡太久了吧。哇，天哪，真的是点难啊，好烦哦，作者真的很烦，作者啊。我想想看，刚才从这边都不行呢。真的是在干嘛，作者？这女孩可以跳，那。等一下哦，这边该不会也是跳的吧？终于到了，到底是哪一个没良心的，把这放在这边，然后这样跳，哇，真的是。好了，第三关，恭喜你凭着超强的脑袋进入下一关。OK， 红石是不是？这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？我看一下，一干进洞，将沙子推进洞里完成任务。OK。然后，
这边做推，不对不对，推，然后吸起来，吸起来之后，这边再拉，推出去。这一关应该算是，如果不要载我彩蛋的话，应该是最简单的一关了吧？至少没有那么困难。好，这边去拉，拉这个，最后再这样。好了，恭喜进入下一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一二两个彩蛋，然后这规则。跑酷魔人就大步向前跑吧，加油！此关提示已出发。好，那我们就跑吧。不过是玻璃跑酷，好，凭着心机，他应该有练，那我应该也可以吧？等一下，那个应该是。本关的彩蛋了吧？不会吧？哦，这关好像有陷阱的样子。哦，有了，彩蛋是彩虹小马的喉结。这好，太恐怖了吧？好，走吧走吧，左或右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哎，所以这次应该是左咯。真的不是啊，还是我可以开到箱子，所以这边都是墙，是不是？那要怎么过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应该是终点，有了，太恐怖了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一关的规则是第五关心跳水立方，相信你的直觉，信仰之药。OK， 所以这是要跳下去吗？跳水里？不是吧，连水都会骗人。终于哦，终于跳下来了，天哪！他沉默透明方块。好了，把彩蛋放入中介箱中。三个，通关钮，有了，恭喜通关。我看一下哦，拿取彩蛋，投入投掷处，开启隐藏彩蛋。OK， 他有五个彩蛋，我只有找到三个哎，其他彩蛋不知道在哪里。不然我们回去看一下好了。我发现这边有一个空气方块，它可以直接跳到对面来这边。哦，有了，彩虹小马的脸。那第三关就到这边。到这边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介符盒，然后这边打开的话会有彩虹小马的眼睛，然后这样子全部就都找齐了吧？哦，有了，少年你来了。不对啊，我是女的。好吧，算了。一道优雅而沉稳的声音传来，你收集了我的身体部位，复合了我，彩虹小马神。我复合了你。你很紧张非常不安地问了眼前的巨大马，你复合了我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彩虹小马国的使者了。小马神说着，一道金光传来，打在你的身上。接下来接受任务吧，使者。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小品系列哦。那我们的彩虹小马也成功的归位了。那不知道下一集会不会再出现呢？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影片的状态的话，可以订阅我哦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么我是星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